看他投不投得进去。这球打击出去，在中右外野方向的一个大后脑落地，形成了长打。现在王振堂有得跑了，绕过了二垒之后呢，继续来冲刺，冲刺这个回转球很快，但是来不及。哇，王振堂这个时候敲出了一支三垒安打，哇，延续开机的一个超火烫手感。刚才在讲这个时机点，应该要塞一个内角速球，是一个合理的配球，因为你外角高、内角低的滑球都这个没有办法解决它了。那刚才又投了一个内角低的滑球，所以这个时机点塞一个内角速球，我觉得配球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哦。不球蹲内角，这球打滚地球啊，三垒手没有办法拦截。这个时候是让三垒上的王成堂回来，而且身后位也是安全抵达了一垒。哇，刘基宏这个处理感觉是有机会哦。对，手套碰了一下，反弹到游击啊，游击第一时间也没有办法反应来接这颗球。现在来看这个球，因为打得蛮强劲的哦，是碰到手套的最前缘，还是直接有点 miss 掉了哦？哇，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手背动作的话，被判失误的几率可能会比较高。接球打进场内，二垒手接球之后传游击，再往一垒送，这是一个 double play 双杀手背。哇，范国成一下子把垒包上的两位跑者变不见。不过富邦悍将在第一局还是有分数的进账，1-0战胜领先味全龙。